看右手边有一个米白色的建筑物，那个是翡翠水库管理局所管辖的，叫做翡翠电厂。翡翠电厂它的装机容量是7万千瓦，7万千瓦意思就是说，各位知道那个我们的发电度数怎么算的吗？所谓一度电是多，是代表什么意思？知道吗？各位知道了有没有知道？告诉我答案，我送一份奖品。什么叫做一度电？有没有人知道？闪电灯泡。不用，还好。闪电灯泡。阿爸撑的。什么叫做一度电？60瓦的灯泡一小时用电量。我给一个提醒，1000瓦。1000瓦用多久叫做一度电？使用多久？1000瓦的灯泡。好，来给你1个小时。